南，我是阿龙，欢迎回来我们新街边境的实况啊。那我们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船员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矿大之后的飞船啊。然后这边呢到了我们第三位船员，那这个船员呢他就是在这个沙漠星球里面出现的啊。那这个我一下去，那他这个人呢就住在这个降落点的旁边的一栋房子里面了。然后他就有任务做，我想说啊，我先接起来，我不做吧。那之后等拍片的时候再正式的去做啊。结果说啊，我一接，他这个目标啊，他这个任务的目标啊，就是要打某个怪物，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我旁边，直接跑过来我们这边人这个 NPC 跟我中旁边啊，然后就直接开打，打完之后他就加入我们了，就这样子，结果也是挺怪的。我一下去就直接做了一个任务，然后他就加入我们了，就是这样子啊。那我就稍微下去了看了一下，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注意到是什么情况了啊。我们呢先拉一个大队吧。好，业主任准备完毕。好，上哨 Captain OK。 船员数量上限，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了啊。好 ，OK， 不错。那我们呢，这集呢稍微的下去要一下这个星球，然后我们收集一下沙子，来升级一下这个工作台啊。那我们先下去吧。那这个 NPC， 那我们上来就是这边了。然后这个 NPC 就在这边，然后我就跟他接了任务之后，我跑上去搜寻他的东西。结果这个目标就从这边走过来，然后就直接开打了啊。我就还没走过这边了啊，这边就稍微的跑了一下，这个箱子也打了，掉了啊。上来。然后呢，这边就看来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生人星球呢遇到的这个也像山寨一样的地方，没想到这边也有。刷新，而且是说好像是这个汉化包的问题啊，有点卡。这边挖不着哈，稍微的探索一下吧。那这个城堡啊，很高很大的一座建筑，非常非常的大。至少它高度一个情况就是每300多 HP 也会直接从高处摔死啊，这个高度是很可怕的。然后呢，这里面呢还有一只这么的怪物啊，打打看。我们先，因为这边呢，我就之前在那个生人星球的时候呢，就有稍微的打过，因为那时候任务呢就出现在这个城堡里面，所以就逼着我一定要跑进去，不然呢我还是挺想说给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情况啊。不要射箭。然后这两个家伙好像不会攻击的样子啊。医疗说哈，这个是拿着。那这边呢也可以跳上去，然后它有一些地方就是像是跑酷一样的地方，你可以跑到一些很高很高的地方，它上面还有。那我之前的那个，我就是稍微的走一走就没有再把它给走完了啊。不对，我们的目击以及目标不是这边，是这边有个箱子。这个是升级魔爪啊，不错。这个是它的强枪。我们看看啊。转，跟着我。想要开个箱子而已啊，这样子而已。也好啊哈。没有能量啊。对。可以帮上忙，他这个咆哮应该就是嘎攻击力吧。哇，下面这边是什么回事？
这个东西会疼痛你，我扑过去吧。师傅跟他慢慢走了啊。那我们稍微的来探索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回右边往右面走啊。往左边是这个城堡啊。感觉就是重复剩的东西啊。那就不管他了啊，我们回去吧，走回去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直接拿来当这个扎的块啊，又觉得说太大了。不然的话，他已经盖好的建筑，直接把他们建营当这个扎的块，也是挺不错的。那这边这个城堡啊，我会应该就把它给第这个坐标啊，要不然就插金旗子，把它给标志在这边。然后之后呢，我们找一天直播来探索这个这个城堡吧。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挖不到上面啊，不知道它什么情况。之前喂，你刚刚不是不攻击我的吗？哦，它这个是发光的，哇，好用啊！看，我们往右面走吧。我们是要收集一点沙子，那这个背景都是这个骨头之类的。这边我应该下不太去吧？我们搬根绳子好了。嘿，好 ，OK。那我们这集呢，稍微的升级一下我们的工作台，之后呢，我们就去打我们的这个业主人的副本了。这个上面好像也有这个坚持。那我们当然呢，也要回去。什么？神族？我不要不要 ，no， 不要。OK。啊，这边也太危险了吧！这边感觉就像是食人族的地方。这边有箱子，看看。哦，也有个模组块。为什么要在你们家房里插那么多的？插那么多尖刺啊？这样会比较好看吧？刚好关押一位业主囚犯，业主小鸟啊，这边骨头没东西的，那这边骨头说不定我们收集一点，说不定之后可以拿来做这个家具啊。又有了，食人族啊你们！那这个船员呢是会被打死啊，被打死之后就要回这个城上去复活他们。那目前我是还没遇过被打死的情况啊。不要特意关门，还有两扇门，这太夸了，讲了吧。这边有个箱子，骨头椅子啊，好，连骨头也要放在箱子里面，走啦。我要等了，上面是个什么情况？这是一个洞。打不中他们。我挺想他们可以钓一下这个，加速。挺想他们可以钓一下这个他们的武器啊。Hello， 我这个船员的攻击力有点低啊。不过最主要是他们可以帮我们扎这个技能效果啊，还不错。这边沙子先挖走一点。这边有箱子，我也没注意到。那边有一个，你还跑去碰他？好，我们把这个像是房子一样的地方探完，我们就可以去吧。我身上的东西也要满了。
哎，嘿，斗篷，这个是衣服吧？新人奖块 ，OK，OK， 那这边过去，我猜没什么了吧？哎，我套灯打人有点痛，哦，死掉，死，哎，哦，是敌，是敌人死掉，我还是以为我们死掉一个船员呢。哎，这边有一个小房子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窗子让我们进去啊？要就要嘛。这当然呀，这边是沙漠星球哎，不夜才怪吧？哎，啊，不是睡上去，不是睡上去。OK， 有一个头根啊，有一个雕像。全部把它给老哥家，全部拿他给老哥家。OK， 这边是一个小金字塔。这边过去应该没什么了，我们准备回去吧。这边泥土是紫色的耶。哦，这边小说没东西，这边是鸟人呢。哎呦，不错哦。啊，那么刚好了，刚好了。那冒死啊，好像，夜族人之后，我们就要搜寻啊，那个是鲛人，不是人，不是鸟人了。那鸟人之后可能还会要来的。那我们先把这个旗帜插在这边吧。然后我们打个记者就好了。鸟 B， OK， 这边算是一个市集吧，哇，各种都是卖东西的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直接从这边卖点东西给你吧。反正有一些东西我用不着，这个头根我没有啊，只有一个，拜谢啦啊。这个斧头卖你的，这个母蟹卖给你，这个卖给你，这个卖给你。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不需要啊，这样我们又赚了一点钱了。看看这个锤子是什么技能吧。我们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试。这个是防护罩，不知道是碰到人会受伤，还是能帮我们挡伤害啊。不管，我们先回去。稍微的消了一下这个玻璃了啊，我们消一下这个玻璃再说。Hello，follow me。麻烦你先留在这边了啊，消一下玻璃。全部消出来，哇，50个。然后我们要升级这个门够了，玻璃。多消一点，我们还要做那个什么 EPP 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是氧气啊，让我们可以去这个月球搜寻挖这个颜料啊。OK， 消完了啊。哇，这个砖块有点多，先把一些不用的东西先丢了啊。我们把我们的钨矿拿出来，钨矿。这边是原矿的地方，来给它放进去。OK， 这边55块啊，完全就是完全是靠最用木的。升级，你看，以前石头堆的变成这个铁的了。然后这个还缺啊，这个不是这个线了，是这个吗？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先升级的，这个绝对不是啦。这个也不是啊，不是要升级啊，是要做这个东西。我们缺一个活根，我们有没有啊？有 ，lucky， so lucky， OK， OK， 我们这样子呢就可以在这个没有空气的地方，比如说水下，
水下，然后在这个没有，在这个水下，然后这个没有氧气的地方都可以，都可以用，都可以停留了啊。啊，然后我上个这一集说结，说要整理就忘了啊，算了。哎呀，因为实在是有点太喜欢玩了，也想说给大家看这个游戏啊，所以呢就先直接开拍呀啊，就忘了说哎要整理啊。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之后整理慢慢来啊。我们吃的有吗？只剩下一个香菇啊。我们先去准备一点吃的吧。工作团要升级啊！我突然想起啊，对，就是你。哎呀，最近这个记忆真的不太好啊，老了。哎，是啊 ，sorry。等一下啊，然后我们也升级一下这个创造者的这个东西吧。然后多了一个放大镜，然后多了一些东西啊。这个小细节做的还是挺 OK 的。先把东西给放一放，好，这个矿我们也先放好啊，收好它。这个玻璃也收放在这边啊，反正都是烧出来的东西嘛。我们先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新的工作台啊。原始熔炉跨石站。哦，这边呢，它就可以让你做一些东西啊，然后再来挖这个矿石啊。那我们在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骨头在这个墙壁上面嘛？那这边这个工作台呢，就可以做一些工具啊，去把那些矿石呢给挖出来，然后挖到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展示在家里啊，或者是非常上。这算是一个不影响游戏，但是算是一个收集性的东西吧。然后这个支链床，哦 ，OK， 药剂，暂时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先做的，而且我们也做不，哎，这个做得出来，然后这些都好像做不出来啊，啊，这个做得出来，不过跨石这个我们之后再说了啊，我们先去准备去前哨站，那我比较想要升级这个。工作台历史桌子啊，历史桌子升上去好像就可以说做出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先进的农作农工具啊，什么药水器啊，这种洒水器啊之类的，好像都是那样，就都要升级之后才能做啊。对哦，然后为什么不能做这个像厨房一样的东西啊 ？Why？一袋豆子，一袋里调味饭。OK， 我们土豆泥嘛，啊，被证明口感更佳、更佳啊啊！这个玉米半只，这个巧克力等等，等等，这菠萝好像是加速的嘛？那我 banana 可以做些什么呢？好，那然后呢，我们身上有点钱，我们来做一个买一个东西，我们来买这台机器啊。那这集可能呢会拖着，然后就可能就变成下一集再去打这个副本了啊，有可能。那我们看看吧。那这个机器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了你这个生球上面啊。我先吃个东西。是个棒子，再是个土豆泥啊。OK， 那这个东西呢，它占地挺大的啊。你把它呢给放在这边，嘿，那你就可以了，把你收获到的食物啦放进去，然后啊，你按这个知道我不知道它怎么为什么叫飞船了，反正就是 sell， 就是卖，然后到时候飞出去，然后就可以赚点钱了。那这个算是龙墙系统的一个东西吧，那它就可以让你赚点钱这样子啊。那这个方法也不错啊，那你就可以说一直比如说你没什么空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说在这边挂机，然后啊等它慢慢的这个作物慢慢成长，然后呢我们就等它成长好之后，我们做成这个料理啊。
那它不单纯呢，你可以做成这个食物去卖，这直接收购去卖也行，然后你可以做成这个食物，然后再去卖也行，所以这个算是新的东西吧，我挺喜欢的啊。这个我们先来这个拆一个，那好像晚上太暗的地方会生怪嘛，那我们先不要让它生怪。啊，我看看，我记得好像升级这个创造台之后，可以做一个像是厨房一样的东西的啊。不知道，刚刚不知道没注意看是怎么样啊。我想先做一个那个东西啊。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啊。啊，原来我们却同定了。啊，我们就是需要做那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煮饭了，不用每一下都跑到这个前哨站去了啊。好，我们做一个。Okay, good. 我们把厨房放在这边吧，那边圆圆圈圈都被我塞满东西了。OK, 我在这边放一个箱子，是拿来装这个农作物的吧？对，不过好像没有带箱子啊，带箱子好像全部放到扎那个星球去了。我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大箱子吧。那抱歉，有电话。我们等等回来，对啊，我们来看看弹幕上，对，就是你，他有一个同弟哈，我们做一个大箱子来放我们的食物，不是食物了，是这个农作物，这个比如说这个种子什么的，之后如果有找到冰箱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东西旁边放一个冰箱，然后上面放一个石，这样子感觉好像很抽帧了啊。我们放个这个吧，然后在上面这样子，哇，三层式的，感觉等等，感觉好像换个位置比较好哎。我下次还是先把这个打开吧。那首先这个放这边。OK, 那我们先把箱子放在里面，感觉比较靠墙，比较安，比较稳的感觉啊。OK, 然后这个放在这边好了。OK, good, 那最上面的这个箱子我们放种子吧，反正这游戏作物种类很多，拿个大一点箱子来放作物吧，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给搬过去啊。我把这个 full stack 这个食物收藏柜，类似那样的东西啊，放上面一点，往上面一点放。等呢？不行，它一定就是这个位置。好，我们先收集收一下东西啊。OK。那我们未来最好呢，我们就找到这个冰箱，然后我们放在前面，那我们就不管什么食物都可以收集啊。那只是它这个冰箱啊，就可以让食物没有坏的这么快，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冰箱就可以方便很多啊。对呢，好 ，OK。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先去交一下任务吧。我都忘了去跟这个老太太说过啊。我们叫一下药物，然后我们就去打这个业主人的副本吧。那这个副本不知道是不是要单挑啊？我应该都是老菜。OK, 不是你，是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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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看一下。开到一把剑，九，只有九，只有九，那算了。OK, 接受，在什么这个狩猎场仪式里面找到他，那他内容就是跟以前的差不多了啊。狩猎仪式洞穴的坐标，使用幽默这边到达该位置啊。
那真剩下的时间不多啊，那请容我，因为我稍微的作个弊啊。那我之前呢撞了一个模组啊，也不算是作弊啦，还算是很精确啊，只是模组而已。那这个模组啊，你看这么大的一块东西啊，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机甲了。哎，可以坐上去。哦，可以下来，然后开枪，然后右键射这个飞弹，那我们呢这一集呢就做这个东西，去收，去打这个副板了啊。哎，看到没瞄？那我们去吧。那当然看，因为副本里面有些地方就不能做这个机甲走，因为它会卡住，它高度比我们人还要高。嗯，这边读取有点久，稍微等一下吧。哎 ，OK， 那它这个汉化是有点卡，希望之后等更好的汉化出来之后，我们就换掉吧。是不是业主是你？它显示读书显示他们学科可不强啊，哦，所以就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啊，是吧 ？OK， 哎，走，嘿，还没开始已经摔倒一下，痛痛的。那我们刚才直接摔到水里面不是好了吗？哎，算了。不要在意太多，我们走。很多生命之上97趴有抱有敌意的。我很赞赏你的勇气，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侵占我好吗？我可以害羞的。然后上面有个东西啊，我们这边火把是用不上的了啊，我们用个绳子上去吧。嘿。搞定，上来了，打副本赚钱。哎，上面也是一样。哦，这边上去，有一个面具啊，有一本书。OK。我们先过去吧。那当然这边是狩猎仪式嘛，那当然里面的敌人也是业主人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在这个老婆婆前面的这个 NPC， 就是这一只啊，是蛮 Lulu 狩猎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我等于说这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哇至少如果你不被四神睡眠的话会是这样的。给你只能花费多年磨练他们勇气，往于之技艺高超的工匠打我马窝啊。 OK， 所以你是要我跟你比赛是吧？看了一下。好了，我不跟你玩了，我们直接做这个机器出发了啊。飞，我们装了这个模组，我们就是要先用它。不，走开，这个掉到水里面去了，不要掉到水里面就不要。那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捡东西的判定啊，是要在我们附近，他就比较高，所以就捡不到。走开！哎呀，这喉咙有点痛，大家真的多点注意一下身体啊。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好像不像水量的吧，算不算的我都不太清楚啊。至少它很硬，不过打这个副板里面是绰绰有余的。我们这边可以下去，
不过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有一个能力是变成一个球，然后就可以滚下去啊。好，我们继续坐着我们机甲往前进。无论这些营业主是在承受什么，一定是对他们至关重要。他们已被害成还要繁衍了。好，那先把这个收起来吧，这边直接跳比较快了。哎，哎，哎！不要以为我只靠这个装机甲啊，跟你 PK 我也是一定赢你的。OK， 然后下面是什么的啊？下面是正确的路。那这边呢？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宝箱啊。哦，突破中。那这边呢是的确是有一个宝箱的啊，但是呢一开它就可以掉出这个毒水上来啊。哎哦哎有，那这边呢就是拿我们这个副本衣服的地方啊，我们当年的作为一个收藏家，当年是收集它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这个宝箱上哪可以加？但里面会有宝藏吗？没有，一个陷阱。好，我们继续往上面走。那这个机甲走得比较慢了，所以我们平常广路的话，我们直接走好了啊。那这边就也是不能碰的，不然呢，它就会掉这个毒水下来呀。所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这样子啦。它上面有路哎。看看吧。这边好像走回去了，那就我们就不管它了。哎哎哎 OK， 你拿枪枪的我更不怕你了。这个右键的技能有点难用啊。啊，这边是掉石头，冲啊！石头滚上来，撞到痛，好痛！40滴血，好痛！有机的，巨大。OK， 嘿，来者，我不相信你能撑得这么远，走得好，不也只有称赞我了？啊，然后呢？然后你要开门给我吗？然后上次你卡住了。等于慢慢鼓掌出现在脑海中，这我能打开它，那就麻烦你啊，不要拖太前啊。希望你的胃口不错，越来越接近，接近什么？我补血啊！啊，打这个远距离的怪物吗？还是拿这个枪出来好了。哎，得得得得得得得，嘿嘿，炸飞你，炸不中，哎，炸 ，OK， 炸，啊，这个步枪它左键呢，它普通攻击的威力不高，但是呢，哎，这有一把剑。但是呢，它这个右键呢，这个榴弹挺好用的啊。结果又是这样子，哇，这个总比我们那个险区后面的好用一点。这个地方也是往回走的，所以我们往上面走。你这个石头怎么可以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的？哇，这把剑攻击力有点高。哎，这边可以。上面呢，我们往上面走吧，反正我们有这个EPP 了嘛，这个可以在水下复习啊，我们不用怕了。要注意一下这个毒刺，那走上面就是要打呀，走上面就不用打这样子。哎，有。拿着我们的手电筒，慢慢的摇，慢慢的摇，哦哦，戳到痛，
好臭痛，是其实哦，好像是第一次走这边，哦，又被戳到，是这边了，往上走 ，OK， 头部啊，不走正确的路，哎，哦。嚯！嚯！哎，那上面呢？那两只就不管它了。哎，对对对对。不过这边有个箱啊，箱子不是从这边走啊。哈哈，走错了。我们从这边上去，可以拿我们的箱子。哎，哎，没东西，有东西。然后我们这个装备啊，这个猎食者装备呢，就缺一个哈。就缺一个、衣服了啊，缺一条、裤子才对啊。哎，有裤子的吗？我都忘了，我、忘记了，好多说。哎，这边好多种子啊。好，准备啦，拿出我们的机器人。哎，去的大的多，终于一个可视的挑战。OK，Yes。啊。这会很有趣的哦，拿我们的远机甲来打他，咚咚咚咚，砰！哎，他不能打正上方的敌东西，这是缺点啊。不过至少他弹药是无限的啊。啊，伸出小怪来了！哎，有，扫射扫射！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呜、爆开！哎，收回来！哎，耶啊！不过他没碰什么东西，只有碰了100块。嗯，这个头像有玫瑰花的，挺可爱。那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我们在门上看到那个绿色的东西啊。那时候经历就有这里经历了，有个灵异不乱的人在旁边。事实上，就可以我决定做用一个免费的露露这款你的做战利品，所以我们拿走。业主人的门物钥匙。OK， 拿走之后，他往这边走了。Hello， 拜拜。然后这个他加入我们了，所以啊，就是在这个方舟那边呢，就可以看到他了。五有钻石 ，A 有20个D， 不错。你这样是要我说多刷一个，多刷这个副本拿一下矿物对吧？啊，之后我私底下多刷几十吧。OK。嗯，我们往这边，我们跟这个医师对个话吧。那、当你做完这个副本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在这边啦。对，然后他就会给你任务这样子。嗯，很好，你做的非常棒。我们已经呢完成了1/6，不要一时不顾。现在我们又有露露的帮助了。啊，我们开始接受寻找焦烛文物了。要在昆可行星附近搜索，在大面积海洋的行星上寻找线索，居住在海面上或者海面下。OK， 那所以呢，我们下一个目标啊，就是要寻找这个鲛人啊，鲛族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去找鲛族的这个村落，不错。所以呢，我们就下一集先去月球。挖点颜料回来，那顺道一样，大家看看这次改版之后的宇宙有多么的刺激啊！啊，不是宇宙，是这个月球啊，改版之后的月球有多么的刺激啊！那我们这集呢，先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先回飞墙上，然后和我们的三块成员跟大家一起说声拜拜吧。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了，那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